梁星耀。主席，而家進行到嘅關於納入一二三條啊等等咧，我相信大家咧已經將啲基本嘅主題咧都向咗嗰啲政治性嘅攻擊，但係最緊要咧，我哋睇翻立法會我哋嘅職能咧，啊，而家係審議財政預算案係好重要嘅，就係睇我哋點樣用好公帑，點樣能夠監察政府喺公帑使用當中如何做好預算。在未來預算當中，我們如何能夠在這些項目當中去批審。這裡呢，我就提到呢，大家都關心到的，在符合公眾利益的財政安排上面，拉布呢，本來大家都當然是關心，是想做些什麼。事實上，先前這14個工作日呢，大家看到了，是做了些什麼。如果做到這些是叫符合公眾利益呢，真的我都無話可說。所謂禁鐘，有些人問我們出了80000多元人工，原來請你們回來禁鐘，我說不是啊，我們正在談財政預算案，在談什麼內容啊，我說你按電視機看看，看完之後就已經說，如果這樣呢，我就找你來審議財政預算呢，就不如隨便找，不要講話阿貓狗啦，總之求其揾一個都可以做到咁。嗱，呢個咧正正係我想話講到納入呢幾條嘅時候咧，難免就有個感覺，我哋係唔係對得住市民咧咁？財會而家受到影響就係因為有類似呢啲做法，令至47項嘅非公務項目、40項嘅公務項目。都而家排緊隊，啊，動不動就用又話咩利益衝突，動不動又話咩利益輸送，毫無根據嘅嘢，求其搭少少嘢就話有個位上我就照上啦。唉，咁樣政治化，我諗我哋議會唔知幾時先至能夠為公眾做到多啲實質啲嘅嘢咧咁。所謂本會咧都係應該注意就叫一寸光陰一寸金。咁頭先有議員咧都問下，喂點計啊？200多萬一日，好簡單嘅啫。數據去年已經大家計過了，去年我哋嘅預算喺成個立法會嘅總開支嘅預算咧，就係6億6400萬。今年批高咗少少，就有6億7300萬。工作日我哋除咗嗰兩個禮拜六、禮拜日當佢做。同唔做都好啦，我哋大概有253個工作日嘅。咁我哋平均嘅每日所謂要開支費用咧，就係250多至260萬之間，即係255萬、260萬呢個約莫數。咁有人問：喂，係咪都開支㗎啦？咁我哋又俾人問翻轉頭，佢話：我俾一餐飯你食，你係咪都要食飯嘅咧？問題你做得啲乜嘢啫嘛？咁我哋原來撳咗鐘仔喎，我哋原來咁樣講咗大輪嘢都係無效嘅喎。咁呢啲係唔係我哋對得住社會、對得住納稅人、對得住大家咧？咁我希望咧喺納入有關嘅內容嘅時候咧，我哋花啲心機睇睇邊條我哋值得有意見。如果冇嘅，我哋係咪盡早俾社會有公道，俾弱勢社群早啲得到佢得到嘅社會福利呢？多謝主席。